复兴高中学生年瑞婷以及年云汉参加108年度全国猫咪杯 Scratch 比赛，表现是相当优秀，得到高中党委组的特优。校长感谢老师用心的指导，以及学生认真的学习，为学校增光。这届得奖的作品是以再生能源为主题，学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再生能源的重要性。因为地球就是被很多那个火力发电什么的污染，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又做出了有关再生能源的那个作品，然后希望那个推广这个再生能源，然后让大家更多的认识一些再生能源。校长表示，感谢老师用心的指导，也希望同学在自行课程当中提升定时设计能力，未来有更多元的发展。复兴国中哦，两位选手哈，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猫咪杯 Scratch 动画竞赛哦，获得全国的特优。那这两位同学是来自管园国小哦，之前他们在学校在资讯组长、刁组长的调教下哦，就已经有一些基础。然后在我们来到我们复兴国中之后，经过我们的资讯老师的继续的教导哦，让他们的技能哦更上一层哦，然后在这个比赛能够获奖。我们学校国中一年级的同学都有上资讯课程哦，那我们在资讯课程里面就会教导一些程式设计的能力。那我们复兴国中哦，也是我们彰化县的第五所制造科学中心。那我们的制造中心有很多的设备跟师资哦，那我想我们复兴国中在科技这一块领域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。这届得奖，学生甲学校拢非常欢喜。校长也勉励同学继续认真学习，未来得到更加好的成就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